就在今天，拥有超多漂亮小姐姐备受期待的二瑶蔚蓝大正式公测啦！本期视频就来教大家如何白嫖该符合官方发布的所有免费福利。五教已经把普通玩家领不到的奖励都去除了，只把人都能领到的给大家留下。看在五教这么辛苦整理收集这么及时的份上，兄弟们赏个点赞三连吧！一、预约奖励，这次蔚蓝大官网的预约人数已达到了300万人，所以公测时只要进入游戏并解锁邮箱功能，就可以获得2200勤位时，也就是18抽。此外还有强力角色沐月的神秘碎片以及信用点奖励。二、前瞻奖励，在之前的前瞻直播中，官方许诺了2项奖励，首先是8月5日早上11点钟会在大家邮箱中发放1200勤位时以及各种经验道具，然后8月12日早上11点钟再发放1200勤位时奖励，换算一下就是可以获得20连抽。三、登录奖励，信任奖励，每一位注册并登录的小伙伴都在邮箱开启后直接获得1200勤位时，没有任何的门槛，而且这个福利是常驻的，只要在开服后登录就可以领取。四、新手任务，公测开启后游戏内会开启指引任务，完成全部任务可以获得1200勤位时以及限定角色野工，还有各种角色养成材料，而且这些任务都是一些非常简单的新手任务，所以这10抽以及限定角色相当于直接送给大家，不得不说蔚蓝官方真的太良心了。五、签到活动，蔚蓝大案的签到分为2种，首先是开服纪念的签到活动，在8月31日前持续登录7天可以获得500勤位时以及好感礼物、家具等奖励。需要注意的是，它属于限定活动，只能领取一次奖励，并存在时效性，大家一定要尽快领取哦。然后是每日签到活动，每天找到阿洛娜签到可以获得勤位时、经验道具、体力道具等奖励，并且这个活动是长期存在的，并且你每签到10天都会重新计算，按1个月3个10天来说，这个签到活动可以获得450勤。开始还是非常不错的。六、关注奖励，这个可不是关注什么账号才能获得的奖励，而是因为官方账号突破100万粉丝，所以直接赠送大家10连，并且是直接发放到邮箱中，大家只需要领取邮件即可。七、特别奖励，在8月10日总力战模式开启后，官方为了增强玩家的实力，会再次赠送大家600勤位时，而且这个奖励只存在3天，大家一定要及时领取，毕竟每多一抽就可能多抽到一位老婆。感谢大家的3连关注支持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啦。